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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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孩子到底还是小孩子啊，他以为他肚子疼到不了雁门，我就不能动兵了。父王，我看他不像是假的，真的生病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去看看他吧。病情如何？从血脉上来看是忧心郁结，水土不服，饮食不适，本来不算什么重病。 但来世凶猛。你的意思，这病还挺重的。从此症状来看，一时之间还不宜远行啊。既然这样，我们等他病好了再说吧。不，照预定启程，不能骑马，改用大车。父王，万一在路上病情有什么变化？太医随行，沿途照料一切。 情况如何？我亲自观察，以我的判断，应该不下20万。不会吧？离我们最近的，应该只是云定兴的第16禁军，为数不过5万人。其他的随军各部，都远在太原以南。即使日夜兼程，也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到达的。再说，夜间行军守重隐秘。 而他们为什么反而灯火通明呢？我看这其中有诈。王兄，杨广这皇帝老官是只老狐狸，如果他背后没有人马的话，他绝对不敢到咱们这儿耀武扬威。再加上我们兵困雁门已经整整一个月，王兄，你想想看，就是远在长安的兵马也赶到了，大哥不能只认定云定兴的部队，那也太低估他们了。最让我不解的是，夜间行军为什么点着火炬呢？ 这根本是疑兵之计。不，我可能认为这是部队庞大、兵马众多，存心显示军威以动摇我们的士气，所以还是谨慎的好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保存实力，暂时退兵，再做打算。你先前不是还说不能让士兵们空手而归，不肯退兵吗？王兄，先前你要退兵，我反对的理由是，
不应该为皇帝老关的一个女儿，而引我们攻城的大好时机。现在时候不一样了，该进的时候就进，该退的时候就退。王兄，你该有个决定，迎头痛击，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如果不是疑兵之计，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你怎么突然间胆子小起来了？王兄，首当其冲的可是我带出来的子弟兵啊！玩完了，你的人马还在，我可是两手空空了。你怎么跟我分起你我来了？咱们的兵马还不是一家人吗？哼！ 到时候没有人马，拿什么跟人家玩呢？三弟，你的脑袋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急报！禀可汗，放科顿之命，有密函呈上。 我们后方已有随军出现，传令，快马赶上王子。 要他率领兵马，马上赶往后方援救科敦。王子，什么事？王子，奉可汗命令，有紧急事故，请即刻回应。 你们还真攻，你们还真攻！朕千里迢迢不辞辛劳，跑到边塞来宣扬国威。你们这批做臣子的，没有做妥善的防范，临到突厥兵围雁门，一个个都像缩头的乌龟一样，不知道躲到哪去了。好了，现在事过了，都出来了，不是要官就是要钱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 启禀皇上，当初雁门被围时所悬赏的奖励，都是因为情势所逼，鼓励将士用命，所以特别的高，特别的优厚。经查，守卫雁门的将士共17000人，如果我们个个都要升官给钱，岂不成了交易买卖了？保卫圣上，捍卫国土，乃将士之天职。如果就此创下恶例，以后朝廷要准备多少钱？ 多少官位来打发他们才行啊？臣斗胆呈请皇上，对于此次论功行赏之意，在下斟酌。启禀皇上，那言苏大人所言有失公允。要不是守城的将士流血拼命保卫皇上，我恐怕雁门关早就已经被突厥所破了。如今我们为了节省奖金，吝啬官爵，失信于用命的将士，那将来 又如何能够号召天下，为皇上效命？怎么了，樊子盖？你想收买军心？微臣不敢。好了，你们要朕高悬奖赏，说在重赏之下才能人人奋发，个个效命。如果当初没这个决议的话，现在不就没事了吗？还有，萧雨，你出的是什么馊主意啊？ 狂妄悖逆的突厥能起什么作用？你就下了浑身发抖。你明明知道楚云公主是朕最心爱的女儿，你偏要用她来行和亲缓兵之计。最荒唐的是，她嫁给什么人都不知道。现在可好，公主也送走了，你这个混蛋！我要不是看你是萧王后的弟弟，我今天就把你的脑袋剁下来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
为什么拦下我们？我们是突厥的百姓，车里面什么人？病人，打开来看看。女眷，不方便。哎，我们绝对不会打搅他，我们只要看一看。你为什么要查阅我们的车子？因为这辆车不该是普通名家所有，非查不可。这本来就是我们王府的车子。王府的车辆会让你们百姓使用，所以车里面一定有诈嘛？有诈无诈与你无关。哎，你们突厥的兵马虽然已从雁门撤退，但是两国仍然在交战之中。 凡是可疑的车辆，百姓我们都要查验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只有强行检查了。既然你非要看不可，请打搅了。你们可以走了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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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小乌鸦，小乌鸦，李公子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是奉了云将军之命，在你们撤出雁门这段时间，负责这里的绥靖工作，以防止散兵趁火打劫。同时，我也想趁此机会探望一下出云公主。公子，你早来一步，出云公主就不会碰到这种事了。小乌鸦，公主怎么了？被一群散兵土匪猎人带车一起劫走了。是汉人还是突厥人？突厥人。突厥人。 那这么说起来，我们刚才查的那辆车，就是公主的那辆车了。但是我在车上并没有看到公主啊，我就觉得有问题。小乌鸦，我留两个人在这儿照顾你，我要赶快去追了。公子，不要管我，赶快追出云公主。你还行不行？行。好，去。 过了河就是突厥的地界，我们孤军深入，恐有不妥。那这样好，你现在先带队回营地，将实情向云将军禀报，我一个人前往打探。是，去。 说什么？领头的是三王爷身边的杂望。是的，起初我只觉得他很面熟，一定在哪见过。我回来的路上才觉得他就是杂望。不会错吧？你不能乱说。不会错，就是他。 谁指使你监视出云公主？说，我说，走开！我不是把你抓来，我是把你特别请来。我最喜欢你这种调调的女人，要是太听话的，也没什么乐子。
王兄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你不要跟我支支吾吾的了。人到底在哪里？刚我把他交给我。王兄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劳您亲自跑到我这儿来，我还以为是那皇帝老跟打过来了。老三，你不要跟我打哈哈了，你难道分辨不出事情的轻重吗？王兄，就这么一个女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三，时候不一样了，现在杨广的大军压境。 在马邑罗走了我们两三千人的事情，你难道忘了？王兄，你不用说那么多。其实你的来意我很明白，你不就是为了你的宝贝儿子想让那个女的吗？三叔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老三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是想用公主跟杨广重修旧好，以免她以此作为借口。像我们出动重兵，现在我们的士气涣散，兵无斗志，一旦遭到攻击，那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。 好，还是皇兄有远见，我就把那个女的交给你了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后场起火了！交火！快点，快点！里边的人呢？启禀王爷，起火的是全跑光了。什么？有没有人烧死在里面？启禀王爷，里面没有发现尸体。什么？出云公主也跑了？是的，三叔，赶快派人去找。老三。 千万不能出岔子！好，给我搜！出云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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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！出云公主在这里啊！快啊！哎呦！ 这是你干的好事，哼，少栽在我的头上！要不是你，活生生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算哪个葱啊？敢跟我这样讲话？你以为你父亲是可汗吗？告诉你，我能把他捧上去，就能把他拉下来。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，忍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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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。启禀王子，进来。禀王子，外面有一个人，他说姓李，要面见王子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
大哥，这杯酒，你叫我怎么能喝得下去？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这就是你的保护吗？你身为当今可汗的王子，竟然让一个公主死了，给狼吃了。你这种理由叫我怎么能接受？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一个能够让我心服口服的交代。好，大哥。 我就给你一个交代，我是个驴蛋，我是个混蛋。好，大哥，我就给你一个交代，我是个驴蛋，我是个混蛋。我说话不算话，他来了这里以后，我根本就没有理他。他生病了，我也没有管他；他死了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，一点都不痛苦。我对你心安理得，我根本没有觉得有对不起你的地方。我这么说，你敢满意了吧？该称心了吧？你这个说法就能让我称心满意？ 我想尽了办法赶来这里。要是我能见到他，把他带回去，才能让我称心满意。你明不明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说，你才相信我？我的的确确为他尽了心，尽了力了。如果你尽了心，尽了力，我就不相信他会死。好，好，同磊。 皇上，平身。谢皇上。云将军，你这一仗打得漂亮。<笑>告诉朕，你怎么以50,000人马赶走几十万突厥大军的呢？启禀皇上，末将不敢居功，这都是末将的部将李世民所献的旗鼓疑兵之计，产生了效果。李世民。
你就是李世民？末将李世民。看你这么年轻，竟然有这份才智，令朕十分欣慰。看你的相貌，将来必定出人头地。只要你效忠于朕，朕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谢皇上。把你的家世说出来。启禀皇上，末将乃是陇西武功人士，家父李渊，世袭唐国公，现奉旨担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。你是李渊的儿子？是。哼！恭送皇上。李师兄，令尊跟皇上是怎么回事？小侄不清楚。奇怪，按说你们是至亲呢，令尊跟皇上是表兄弟，会有什么事让皇上不高兴呢？这其中的原委你会不知道吗？小侄真的不清楚。哎呀，如此结果始料未及。哎，李师兄啊，恭喜啊。萧大人，刚刚明明当场看见皇上是如何对待李师兄的，现在还向他恭喜，这样子说话不嫌太刻薄了吗？哎，承蒙皇上奖励，加官进爵固然可喜可贺，其实这不奖不赏更是值得一贺。你，哎，云将军，您别误会，我是真心诚意的向李师兄道贺。啊，告辞了，告辞了啊。皇上，妈，丽华，是你？是我，我是张丽华。爱卿，果真是你？是的，是我。朕好想你。亲，我今天看见了李渊的儿子李世民，想不到解雁门关之围竟然是他出的计策。哎，你说我该不该生气？李渊那个家伙，我让他多活了这么多年，想不到他现在有了一个诡计多端的儿子，他们父子连心必定是我的心头大患。你说我该不该一网打尽，斩草除根，一绝后患？你能杀他，不就早杀了吗？最初你所顾忌的是你亲娘独孤皇后，你能登上皇帝这个宝座，不都是独孤皇后一手扶你上来的吗？李渊是他最宠爱的内侄，所以你下不了手。后来你又因为李渊手握兵权，不能随便动他。如今朝中武将们个个营私结党，图谋不轨，如果此时你将李渊给除了，又有谁能为你忠心地戍守边疆重镇呢？你，我看你还是不敢随便动他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真叫我恨，真叫我恨呢。我憋不下这口气呀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非把你找来发发牢骚不可。将军，你有什么牢骚，不妨一吐为快啊。我就是为了你呀。我满朝的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良心话。咱们只靠了五万人马解救了雁门之围，难道是假的吗？
今天皇上不升我的官，不赏我的钱，我岳某绝不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要官要钱才去拼命打仗的，为的是效忠皇上，保卫大隋的江山。可是对于李师兄没有一个交代，我心里非常的过不去。你从秦王诏书开始，不顾自身安危，深入敌后探查敌情，贡献旗鼓疑兵之计，未损一兵一卒，使突厥数十万兵马不战而退，这份功劳还小吗？所以明日早朝，我一定要把你的功劳一桩桩、一件件详细的禀报皇上，请皇上论功行赏。云将军，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！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？我想，家父一定是什么地方冒犯了皇上，小侄回去之后会把这件事面禀家父。至于小侄这点小功劳，实在是微不足道，不值得将军再在皇上面前提起。将军身负方面大任，乃国家之栋梁，朝廷之砥柱。如果说为了区区小侄，让将军开罪了皇上，实非小侄所愿，请将军三思。可是这件事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呀。将军，您所谓小侄的功劳，不都是您一手促成的吗？小侄的表现实在不足挂齿，请将军以后不要再提了，小侄担待不起。哦，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竟有如此深远的想法，开阔的胸怀，真让云某汗颜呢。李师兄，你实非池中之物，将来必成大器啊。谢将军，谢将军。萧大人您好。你好。哎，萧大人，不知道您也住在这秦宫里？是啊，这座秦馆是雁门关最好的馆舍，除了皇上以外，所有的文武大臣全都暂住此地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早就来向萧大人请教了。请教？这话从何说起？萧大人，您在朝上对市民的训勉，久久萦绕市民耳际。哎，我那是信口开河，你千万不要认真呐啊！萧大人，真的是如此吗？萧大人，请您对市民有所指教。咱们倒可随便聊聊，以解客居寂寞。李师兄可知史称有个陶朱公这个人吗？哦，萧大人所指的可是相助越王勾践复国，后来带着西施遨游四海，成为富甲天下的范蠡呀。嗯，不错，是他。师兄可知成功之后他为什么又飘然而去？因为他发现越王是个只能够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。嗯，是吗？如果越王勾践是个雍容大度、心胸开阔的人，那么范蠡又会如何呢？那他仍然是越王的好臣子。好臣子？对，好臣子。哼，那么史上就不会有陶朱公这个人了。老弟，你说这史书应该让后人读起来很有趣才对，是不是啊？多谢大人指教。多谢大人指教。师兄，我该告辞了。哎，萧大人，市民盼望能够再见到先生行吗？李师兄，哎，有缘咱俩自会他日相逢。谢大人。萧雨的这番话在市民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动荡，同时也点燃了潜在已久并不确知的火种。现在他明白了，清楚地看见他该走的方向和努力的标的，所以他对皇上给他的待遇不但不计较，反而更加的坦荡，同时也让他原本为急而郁结的心情舒畅了起来。臣突厥特使都兰奉始毕可汗之命前来觐见皇上，贡献敝国国宝龙颜珠12颗及书信一封，恭祝皇上正宫康泰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。谢皇上。
女儿，还我女儿，把她给我杀了，给我杀拜见总管大人。退一下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妾身张丽华。你和皇上那些往事你都记清楚了？妾身都已经记下。嗯，其中一些点点滴滴我也未必清楚，全靠你自己随机应变了。是。扮演得好，皇上欢心，你我都有好处。可是要是出了差错，就是欺君之罪，你我都要杀头的。是，妾身知道了。你已经是个活灵灵的张丽华了，所欠缺的只是和皇上那股子刻骨铭心的痴情，那就全靠你自己了。是。公主姐姐，公主姐姐，公主姐姐，皇上，叩见皇上。
你准备的歌舞呢？献舞吗？高隐、李渊，竟敢骗朕！丽华，这些日子你在什么地方？朕好想你，皇上。奴才给皇上请安。多亏你一番苦心，你到哪儿去找到这么像张丽华的女子？圣上的话让奴才糊涂了，奴才只是找了一位来自健康城的舞娘啊。哦，昨天的事情不是你安排的？奴才不明白皇上的意思。你少装糊涂。奴才真的不明白。那个舞娘长得跟张丽华一模一样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？皇上，那张美人奴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，根本就不知道她的模样啊。姑娘，姑娘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？姑娘，姑娘，啊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